我在这里本来是用现金，然后这个有点麻烦，什么麻烦？要去换美金换到中国人民币，然后来这里用。但是我今天来这里喝咖啡吃东西的话，我去问了老板能不能用国外的刷卡，他说可以。从今年国外的卡可以刷到。 想吃啥喝啥都可以用，还有呢，支付宝上也可以保送国外的卡，不管 Visa 卡或者 Master 卡都可以用的。现在，所以呢，现在也可以用现金刷卡、支付宝都很方便了。平时生活中的时候用这种电子支付，您觉得方不方便？我觉得挺方便的，肯定很方便。就是我又不用随身携带现金。 随身携带信用卡、借记卡的，唯一台手机就可以解决支付的问题了。我们现在的境外旅客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客人为主，其中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客人比较多。 平均的话，我们今年上半年平均一个月的话，大概有个500人左右这样一个人次。支付方式越便捷，肯定是会让客人他的体验感更好。那说消费的话，肯定欲望也会更强那么一点点。那我们很多在我们这儿入住的客人啊，晚上都会去我们这个周边啊去逛街啊，去购买欲望还是蛮强烈的。比如说一些华侨的。 就是国外的一些老外，他们的支付宝也可以用，微信也可以使用，还有一个就是银联的银行卡，国外的一些境外的也是可以使用的。支付方式变多了，它对于他们消费方便啊，就是过来玩旅游也会方便嘛。我今天来七楼这边。 这边差不多一般所有的店都可以用国外的卡，但是呢，还有其他的地方有一些地方也不可以用了，所以我就指望如果在海南所有的城市、所有的地方、所有的店都可以用国外的卡，那就我觉得更方便了。因为我家人可能明年、今年或者明年就要过来了，我希望他们到了海南，无论是去哪里。 就可以拿出自己英国当地的信用卡或者借记卡，拍一下或者刷一下就可以支付了，这是我的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吧。